自保学习题材放偏。两位现实中的爱情观和剧中人物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吗？这个我是有的，就是强烈的占有欲，就是我的就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你跟其他人有任何一些，就是比如说你跟他们，就是比如说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，可能。然后就比如说跟别人聊个天，或者稍微有一点暧昧一点，走得近一点，我会受不了。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的占有欲非常强。对，然后我这个角色占有欲也非常强，所以这一点是我跟这个角色很贴的一个地方。你说吧。我觉得我的爱情观就是跟进宝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，真的感觉这个作者写的就是我本人吧。就我爱情观也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可能我认定一个人之后，我觉得我会实心实意的为他去付出，我的家里的少爷也好呀，或者是我对我的另一半也好，就是我会一直守住这个人，只要他不变心不背叛，那我会一直的去坚守住这份感情。我觉得两个人感情最重要的就是忠诚，这也是进宝的一个性格，然后也是我本人的一个性格，也是我对整个爱情观的最重要的两个字，就是忠诚。两位私底下的相处模式是如何的？谁承担照顾人的角色？我先说还是？你先说，你说。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个是我说他是比较会关心人的，他比较细心的，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。我就一个糙汉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也挺那什么的呀，你也挺会关心人的呀。哎呦，就是平常可能就是我有的时候，就你这几次吃饭都是你教我的呀。对啊、你问我吃没吃啊？因为我觉得你挺……因为你天天跟赵才在一起，我不叫你，你不叫我，你别老提人家好吗？现在在 follow 我俩，在采访我俩，你不要总提人家好吗？好，你再提我走了，我不谈了。就但我觉得他是会，就是就像他说，他只是糙汉那种，可能我比较细心那种，比如说看他冷了之后啊，可能我们在片场真的很冷，可能我会比如说暖宝宝比较多的话，我会分一个。什么叫比较多的话？就是我、只有多余的才能给我。不是啦，是我要多的话，我觉得我有两个，或者我会给你。就我俩相处模式可能像兄弟一样的，就是哥哥和弟弟那种感觉，就是可能我有时候会怼他两句，他也可能怼我两句，这种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拌嘴吧。是吧？对。两位分享一下最近发现对方的一些小习惯吧。小习惯，那他习惯太多了。请你挑好的说。挑好的说，那我得好好想想。我谨言慎行。挑好的说你有啥好的？你不录了，不踩了。那个啊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小习惯就那啥吧。你在会自己房间会点一些那个香吗？那个就是那个焚香。焚香，那是焚香是吗？就是香香香。他有这个习惯，这是他的我觉得习惯，他经常会点这个，然后他还送了我几根那个，我也在房间就经常点，确实还真的还挺香的。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喝茶。他是喜欢喝茶，他的杯子里你看从来不会有清水的，全都是茶。还有其他习惯吗？我想想、我以为你会说，不能说，这个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啊！该我了啊！你有什么习惯呀、拿进头发呀？你说，你这样采访真的有点感觉咱俩很不熟。我觉得你没什么习惯，小习惯最近发现的。我都说出来你了，是不是？哦对，有的时候可能我跟你看刚才采访他已经暴露了，可能我真的我就是那种后反应那种，很呆傻，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你这么一说，就是他爱吃醋了，就是因为。你想，就是因为我们俩在剧里面就是很亲密的一对 CP 嘛，然后但是可能我有另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招财，然后他身为戏外我的好朋友，就可能我跟招财总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里会透露出一丝杀气。这是他的小习惯，就爱吃醋，醋王，请字幕把这打上两个字，醋王。我没有啊，我根本
对，我那我也感觉就不 care。如果和对方一起出去旅行，最想去哪里？为什么？三二一起说，看咱俩有没有默契，好吗？好，嗯，三二二一，海边。OK， 算是默契了，泰国也有海边。那你去泰国最想去哪来？三二一，曼谷。再来一遍，三二一，海边。我开玩笑，我真是服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之前说过他想去泰国，我非常喜欢泰国。嗯。最后想对剧中的角色说点什么呢？很感谢这个角色让我跟金宝相遇。跟他现实中的相遇，说说你自己，你跟你这个角色想说的。我跟我这个角色想说，我很感谢我这个角色呀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就没了。你先说，我再想想。你这表示有点苍白，但嗯，走点心。最后一个趴，最后一个问题了，是吗？走点心好吗？啊，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吗？啊，对这个角色想要说的，我先说了。你先说吧。嗯，就是。我觉得想哭啊，没有，嗯，我觉得金宝这个角色给我的感觉，嗯，我想说什么？我想想，想说你在你的人生中可能，嗯，不是站，等一下，我捋顺一下，可能你在你人生中的前期会经历一些坎坷，会经历家庭的变故，但是你遇到了一个对你很好的少爷，他照顾你的前半生，在你后半生的时候，你又遇到了你儿时的更好的朋友，其实你没有那么的不幸运，嗯，咋了呢？哭上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感觉你是很幸运的。然后所以希望你在你的世界里面，嗯，可以好好珍惜你的每一段友情也好，甚至爱情也好，然后希望你就是开心，保持你这份忠诚和你这份就是初心吧，对，然后过完美好的一生。嗯，哇，没有，真的很喜欢我这个角色，所以每到说这个环节我就是有点感同身受，然后有一点代入，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。支持。我觉得他也特别认真，他是一个没有该你了，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演员。我们来这个戏面试的时候，他为了试这个角色，他给自己做了一份 PPT 来分析这个角色，分析就是相同题材的剧，他每一步都分析哪个角色，然后跟着再，然后就是融合到一起，然后再去讲这个角色，我跟这个角色有什么一样的地方，或者我们为什么想演这个，把所有的故事都不要再夸了，你说你自己了。我说我自己，我对神医这个角色，哎，没文化。我说我没文化。我觉得他可能神医他这个人就像他戏里面一样，他可能有很多的话，但是他不善于表露，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谈心的时候，他也是那种，其实你还是跟神医很像的，就是他不善于去表露自己的想法。哦、对，你是我的嘴替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像神医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其实在戏里面很多时候他其实就不善于表达，我只想就是你属于我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其实这个跟我生中也是有像的，就是我喜欢的人话，其实有时候我不太会，就是太主动，然后我会憋到心里面，我会想跟你凑到一起，想跟你在一起，然后就是能跟你在一起多制造一些就是机会，能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啊，或者出去玩的机会啊，就是能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但是我不会说出来，然后这点还是挺像的，就像他平时可能在戏里面，我去对我的少爷怎么怎么样，或者对谁怎么样，他可能不善于表达，但是他的眼神，他的微表情会更能透露出他这个人的性格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你跟神医还是挺像的，就是你长相可能也是我觉得读这个剧本啊或者小说啊，然后
的样子，然后你的性格，可能你自己不觉得，可能我自己也不觉得我自己呆萌或者傻或者可爱啊，可能外人看来是清楚的，所以我觉得你跟神医还是挺像的。好一点也挺好的。神医他这个角色，他是一个非常专情的、非常专一的一个人，因为他从小就，他从小喜欢金宝，但是从小喜欢就金宝的感情是肯定是友情的嘛，小时候可能也不知道，对爱情这些之类的，长大之后我才可能会慢慢了解一些爱情这些东西，两个人中间的一些小东西，然后开始后面小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然后就不见了嘛，我就一直找，一直找他，直到找到这么大。其实我们戏里面角色跟我们现实比较贴的，因为戏里面这个角色神医是23岁，我现在也23岁，也是蛮符合的。应该就是从小小的时候，小学那会儿天天在一起玩，或者然后突然发生一些事情，走丢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开始找他，一直找他。那跟我不太贴。剧里面16岁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是16岁。没事，你长得像，你长得像。你上就是16。啊，谢谢。啊、你长得卡公卡。嗯。OK， 感谢两位。好，然后最后祝福，就祝愿大家2024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然后呢？萨瓦迪卡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《花开有时，推迷入声》。我是静宝。我是。我是雀思明，祝大家2024天天开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新剧《花开有时，推迷入声》。对，还有，哎，我们俩后续还有呢，请大家期待看剧。